主席、各位同仁、本席以及林宏慈、江林军、陈秀清等人，有鉴于世界上着重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国家都大多设有单一机构垂直以及横向整合资源来协助电影产业的设置以及推广，就连一向以提供西方电影进行后制工作着称的泰国，其文化部最近也正在筹设单一的专责电影机构，以提供业者全面的协助与服务，可见设置单一窗口的机构对于电影发展的重要性。原提案予请新闻局勇于参考发展观光条例第35条的规定，修正相关的法规，赋予电影产业主要的机关整合各部会以及地方资源法源的依据，被积极推动电影产业的起飞，带动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是否有当敬请公决。